由伊兆杯女神陈静出演的三级片正式开镜，一众主创人员在香港中环举行拜神仪式。可是下午还配合宣传的陈静，晚上突然在微博上告知天下，说要退出荧幕不当演员了。她于当天晚上10点在微博上写道：生活好累，人言可畏，压力痛苦总是一起来，家庭情绪健康和感情问题让我下了这个决定，我要退出目前演员工作，回到原来的生活，我只不过是个平凡人，就让我过平凡的生活吧，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，感恩。据了解，现年24岁的陈静因为拍摄百果园饮品广告成名，早前更是凭借电影《低俗喜剧》夺得了金像奖的最佳女配。之前她就表示压力过大，萌生了退役，今日终于付诸实现，宣布退出了。但是她的经纪人在接受电话访问时却表示毫不知情，而对此不少网友认为这是炒作吧，过两天是不是又该有她复出的新闻了。由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